让笨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午餐。这是老楚帮我们准备的牛蛙，麻辣牛蛙，流口水了。哇，这味道真好。今天早晨笨在我们酒店的微波炉里热的时候，已经香的受不了了。是的，筷子在下面。能想到在俄克拉荷马的一个非常偏远的河道里面，我们现在一边钓鱼一边吃麻辣牛蛙。来吧，太爽，太好吃了。老鼠这做的真的可以啊。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个这个小机关呀，就是我们这个压水板。这压水板笨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其实它是有一个小卡子在上面的，对吧？对，它其实是现在是被卡着的位置。对，然后呢咱们在水里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如果鱼咬到，或者就是说收线的时候你猛一提它，这个东西会啪这样子打开。哎，这样的时候就平着拉，水的阻力就一下小了很多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只有在它这个卡子在里面的时候，它在水里的时候，它才会不断的就是保持在水的一个深度，有一个角度可以吃水下去。对对对对，是的，设计非常巧。现在船长在讲，待会儿我们怎么来把鱼竿放到水里，因为这个很特殊嘛。这个就是笨刚刚在讲的这个12号的大的我们的三本钩，前面前导线就是麻绳啊，很粗的麻绳。从这个三本钩绑下来是下面这一个，应该是像铅坠一样的，也像压水板哦，下面有铅，上面一个压水板形状的，来控制水深。那你要做的就是只要把它打开放下去，然后呢等到船长告诉你，哎，因为上面我们的这个轮子，这个鼓轮上面是有一个刻度的，这个刻度就是深度，它的单位是尺。那到了相应的深度，船长告诉你停的时候，只要把线背直接像这样扣上去就行了。别动！就在我说的话，又是一条鱼，而且这条感觉不小呀，这。看来这条咱们可以赢了，今天任务完成，就是。要不刚才我们的，你这小心手。这真的是新手，知道吗？黑新手，好吗？主要看你毛它什么地方啊？对，毛尾巴了那就妥了。好 ，Are you done？ 哦、this is another female。Nope, this is a male. Oh, feel the head. Perfect. Oh yeah, it's a lot rougher, huh? We get whiskers, they get bumps. Got it. 而且这个鱼比较奇特的就是，当它的体积变得更大的时候，它身上的可以吃的肉反倒变得更少，因为它的内脏变得更沉了。Happy 了没有？没办来，好吗 ？It's a tree. It's a tree. We're keeping this one.船长在跟我开玩笑呢，因为刚才我真的以为拉到的时候是一棵树。来看一下。哇哦！真的是很容易就要丢了，这钩直接就掉下来了。非常容易。对。